欢迎各位再次收看虎扑汽车的变形金刚分享时间，这是我们1716集。我们有时候呢会在节目里头跟大家分享一些网友们所改造的变形金刚和魔物猎人的没有联名款的一些改造品。那么今天这一款的话呢，是魔物猎人里头的绝银龙。绝银龙的话登场是最近的作品啊，但是我个人的话呢已经脱坑了啊，所以就没有去玩这个游戏了啊。但是还是会上网去看一些朋友们的一些攻略啊，线上的一些打怪的一些教学。那么绝银龙很强啊，造型也很华丽。那么这次我们国安小兄弟的话呢，也做了一个改造。那大概说一下，简单说一下，可能大家朋友没有玩过这个游戏，没关系，我就大概简单说明一下我所知道的。首先，绝银龙的一个翅膀是它主要的一个攻击手段。那为了能够增加它的一个翅膀的一个可动啊，它在这个地方使用的关节啊。这个关节是非常大的一个开放的一个关节啊，上下左右、前后的话都会有一些一定的幅度的，可以动啊。那这个地方的话也本身也是可以张开的。那这个基础模具的话呢，是领袖之证的这个Predacon 一个，那个时候它不是 L 级，它应该是比 L 级还要再定义再高一个等级的玩具，反正就是领袖之证时候的那一款，叫做巨狰狞吧啊。那台湾的烦恼城市翻译叫做霹雳星那一款，那它身上还有一些使用到了一些其他的零件，最明显后面这个啊，后面这个的话呢是领袖之证啊，这个翅膀又掉了啊，这个地方不容易转一下的，没关系，我给各位看一下这里，它这个尾巴，它这个地方是我记得是有一个开关啊，可以触动它是吧？我记得它是这个领袖之证，Beast Hunters 的这个 Deluxe Class 那款叫毒液的一个母雌性的龙的一个尾巴。啊，这个有点像环太平洋的那个，这个第四量级那个怪兽，名字我维力鼠吧啊，它的一个末端这个尾巴，那这个尾巴的话也是绝银龙的一个重要的攻击手段了啊，所以它在这个地方也做了一个强化，以及这里有两处，这个应该是变形金刚第四级，应该是翼龙身上的装备啊，它就把它呢安置在这里，那也是绝银龙身上一个特征。这个尾巴的话有点 OK， 毕竟是个改造品嘛啊。然后这个的话应该是伏魔的翅膀，那本体的话呢，大致上还是使用了那一款 Predacon 的一个核的一个部件。这个腰身其实很漂亮啊，从背后来看，那刚好又有一些一个外形的文字，从背后来看真的是挺优秀的。那这里使用的部件就比较多，具体来讲这个头是谁啊？我已经这个应该是这个。电影第四集那一款嘲笑或者叫做蔑视，就是那一款这个脊背龙的那个头吧，对不对？那这个应该是脊背龙的零件。那这里的话是那一款第四集的那个恐龙啊，就是电影中没有出现 Deluxe 等级的，名字我也忘记了啊。总而言之呢，国安小兄弟是非常喜欢用这些兽形或者是龙形的变形金刚啊。它的一些零件来给做，给大家做一个改造啊。那体型很大哦，改成这样已经是非常壮观的一款玩具。这个翅膀本身的大小就已经非常非常的惊人了啊。那来看一下这个机器人的形态。改造过后呢，由于也没有一个标准的变形方式啊，它的背后的话呢，我无法理解它的正确的组合方式，我就把所有的配件啊，不能讲配件，就外挂的龙头就直接往后面塞。它的尾巴的话呢，是直接是整个一条脊椎骨连接下来，我就把它直接的就整个拖到后面去了。那拖到后面去之后的话呢，它就会形成一个传说中的第三条腿啊，它是有一定支撑能力的。那也因为这样的关系的话呢，我们这个翅膀各位看到就非常夸张的一个摆放的方式，可以直接让它站立的形态呢就完成了。那这个翅膀的话呢，再次强调，因为绝银龙的攻击手段呢有相当的程度都是用翅膀，所以这个翅膀的部分呢，它提供了很大很大的活动空间。那它有做一把武器啊，这个武器的话呢是第四集吧，应该是 First Edition 版本的这个白金版本的 OP 的那个武器，那涂装之后的话，就是跟它的造型还是有搭啊。那么它的头雕应该是新的吧？这个不知道从哪一个地方拿来杀肉的一个头啊，没看过。那胸口的话呢，就可以各位就反正是一个中古骑士的一个造型啊，很有魔王架势啊，完全完全可以啊。
那尾巴的话呢，这个刚刚我提过了，它是有一个机关的，所以说看起来就是非常不好惹的一个家伙啊。那后方它这里的话呢是有一个旋转的一个关节，那后方这里的一个造型就是很多啊。我是觉得吧，变形成人形的话，除了说这个龙头比较，应该说比较碍事之外，其实后面这个造型我真的觉得还可以啊，这个提供我们新的一个思维啊。不知道怎么处理的东西呢，以往的玩具都是把它做成背包，那干脆把它做成尾巴好了啊，还可以把它拖在地上啊。好吧，那这个就是国安小兄弟啊为我们所改造的这个Monster Hunter 绝影龙，然后使用了变形金刚领袖之证 Pretticon 的一个模具啊下去改造的同号作品。谢谢各位这期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拜拜。